好了，群里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又到了中午闲聊的时间了。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21号，是周二。今天呢，我们谈的主题呢，就是标题讲的但是事先呢，也声明啊。涉及到投资的部分啊，都属于个人的意见啊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而且我是讲理念、讲经验啊，讲一些观念啊，不对具体的行情进行任何的分析啊，也不要问我这些问题。前在进行主题之前，还是要谈谈我们每天都要讲、天天讲、月月讲的 Plus Token、DCP 啊，开不开网这些问题啊。这些问题确确实实啊，是每天大家都关心的。那么现在实际上所有的答案就是等待时间啊，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内幕啊之类的都不存在了啊。耐心去等啊，克服困难去等啊，忍着一切去等，会等回来的啊，而且时间也不会太久。那么在前面还是想说这个，就是昨天我看到有人给我发了一份儿，那个不是我们，那属于维权群里面一些人啊，我也是希望大家就引以为戒啊，提高警惕啊，有些人呢就是鼓动人们去，实际上比方说集中很多个人给YC 的公检法部门打电话啊，这实质上就构成了一个寻衅滋事啊，妨害执行公务，这实际上已经涉嫌违法。怎么说呢？有句话叫"恶人自有恶人磨"啊，这种行为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监部门就会管他们了啊，大家不用为他们操心啊，他们自作自受啊，总有一天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代价的。那这种行为本身也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！就像我前两天跟大家讲的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参与一个区块链的诈骗的盘子啊，那是2年前的一个项目，发现自己上当之后四处寻找证据啊，你没有证据，当然是没法从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。他还是比较用心啊，奔走在京沪两地啊。找证据，但有时候自己比较绝望、比较愤怒的时候，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。其中一件呢，就是在北京海淀的某幢高楼上，扬言要跳楼自杀，结果被处以7天的刑事拘留，7天的拘留，那应该属于行政拘留。结果呢，还有人为他打抱不平，说他是个受害者呀。这里就要给大家讲清楚啊。受害者不等于你就可以在公共场所违反法律去胡作非为、胡说八道，这是两码事，一码归一码啊！不要用你的无辜，不要用你的伤痛去绑架这个社会，一码归一码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觉得你很委屈，你不想活了，你想结束自己到没人的地方去。但凡在公共场所啊，你都要至少关个7天的啊，因为你引起了众人的围观，对不对？这就涉嫌扰乱社会治安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。那么关于 DCP 呢？我早晨给大家发的小视频，是昨晚上看过之后觉得内容非常好，内容非常好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照本宣科的讲解。毕竟是北大的人啊，他们的对 DCP 的深度的剖析解读啊，已经赶上 Plus Token 的用户的认知了。因为我们是在币圈来看这么一个央行数字货币，自然跟普通老百姓要看的要更多一点啊。这位北大的视频里面也讲到，他也提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，比方说跟 USDT 啊，等等等等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可能也是一个是受需要启发，再个引起一些共鸣啊，加深一下印象啊。现在就是
进入标题的内容啊，就是关于这个币的问题。我知道那个很多人是从币圈啊，不是 Plus Token 的用户啊，大部分2%以上是从直销啊、资金盘呀、这个角度转化过来的，很少一部分呢，以前就做传统投资或者做炒币呀、这些啊比较少，我接触过。有些从15年甚至更早啊，接触到比特币啊，自己买个矿机啊，或者自己囤点币，或者搬搬砖，做做量化啊，这样子的一些人呢，经常说玩这个市场有20年以上了啊，看这个 K 线分析这个什么的啊，经验呢，我觉得是可以啊。但是不敢说成绩有多伟大啊，所以说只能谈一些经验之谈啊，谈一些经验之谈，跟大家就是一个是分享一下，另外一个也同时呢，也是还是要劝大家啊，如果你没有炒过币，那就千万不要炒；如果你想做合约，千万不要做；如果你有闲钱，囤这个币是用来囤，不是用来炒的啊。因为炒确实又要讲技术，又要讲经验，又要讲心态，所有都讲到了，都不一定能挣到钱，而且容易赔上钱。他有点是打扰一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继续讲这个币啊，关于这个比特币是什么呀这些问题啊，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资料。那么有些人就手里有些闲钱，有些就说这个9个月没开网了，我着急还债，我正好手里有个1-2万的钱，能不能现在买点比特币？哎呀，这种我特别紧张，这种人我觉得最好不要买啊，因为你这个钱是有压力的钱啊，大概率会赔掉的。投资不管你是做任何有风险性的，不管是炒期货呀、炒外汇呀、炒股票，前提是你这个钱是纯纯的闲钱。为什么说它是纯纯的闲钱？就这笔钱呢，你暂时不用它，啊，不用它。为什么要前面说个，就是不用它，就是你发生任何状况不会动用这笔钱啊，就是用来理财的，啊，你把钱放到银行去吃利息啊，或者买个理财产品，它是固定给你返利息的。但是这些风险性的市场啊，它不能保证你每天都挣钱，每个月挣钱，谁都保证不了。啊，都是跟着行情来的，那行情又不是他们能发动的啊，庄家都不知道啥时候发动行情，他都看着韭菜比较肥的时候才动刀的。那么你，比方说我下个月就要还钱还款了，我手里现在正好可以买一个比特币的，你的前提就是你现在买了，在这一个月之内能挣上，谁敢跟你保证啊，兄弟？没有人，啊，没有人。那么这种有压力的钱啊，你必须有个保守思维啊，只能多不能少。那么你绝对不能进入这种钱就不能进入这个市场啊。你的技术水平再高，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有压力的钱。赔钱最快的就叫什么？借钱炒股啊，借钱炒币啊，因为这个钱是借的，你就要还啊。现在说的借一般就是指的网贷呀、刷信用卡来的啊，人家就是等额还本、什么等息还本、什么按月还本、什么分期付款，总而言之，他有固定的时间让你还，你能不能在固定时间把那个挣出来？这就是个巨大的问号，基本上挣不回来。哎，我试过，挣钱挣得好好的啊，用闲钱很轻松就能挣到钱，哎，后来呢，哎。你不管是抵押了房子，还刷了信用卡，哎，哪怕每个月只要固定日期，只要还小小的钱，你心里起心动念了，你开始用主观去约束这个市场的时候，这个市场根本不鸟你啊！先讲这个观念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进入的是一个风险市场，所谓的风险就是它天天经常都会发生意外，啊，不受你控制的。你能控制的是什么？
这你自己手里的钱，你能控制的是你愿意亏多少。你把它交给市场了，比方说这个7万块钱你买了一个比特币，它明天是涨3000美金还是跌3000美金，没有人给你打包票的啊。你能控制的啥？比方比特币你能亏损最大多少钱？现在比特币48000一枚啊，你如果48000你买了一枚比特币，你最坏的可能就是它比特币归零啊，这48000就蒸发了，你能不能承受得起？你说承受不起啊，我凭什么要赔这笔钱？那好，你这时候就果断的不要想在这个市场有任何的企图啊，因为你的实力不允许啊，就是你的财务实力啊。进入市场之前，你一定要啊，对自己的，把自己脑袋拎清一些啊，一定要拎得清。你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赌一把，搞一搞，也许就赚了呢。有这种想法的，你也许真的就赚了一两笔，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一进市场就赚钱了，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妈这地方赚钱太容易了，你就放松警惕了。哎，就放松警惕了。这个市场呢，统计的规律是绝大多数人赔钱啊，风险市场都是一样，不管是外汇期货股票包括这个炒币的啊，都遵守28定律啊，大多数人是赔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市场是反人性的，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啊，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大家的心态什么方面方面都差不多的啊，面对一个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产生的判断采取的行为都差不多。那么这个市场是反人性的，哎，大家想到一块儿的时候，市场就跟你想的相反的方向去走。控制这个问题呢，我又想挣点钱啊，我又不愿意把它亏到零，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你比方说，我经常说你要把这个钱分成份儿啊，就现在就拿5万块钱做比喻啊，因为5万块钱刚好可以买一个比特币，你把它分成5份，一份就是10000，对不对？10000啊，你买一个。你买币可以买 0.2 个，对不对？买 0.2 个。那么你剩下的4万块钱啊，不是我经常讲过一句话，跌了再买啊，越跌越买，倒着买，那啥意思？这5万块钱掉到5万块钱的时候你买了 0.2 个，掉到4万了你买 0.3 个，这样你手里就 0.5 个，对不对？掉到3万了，你可以买 0.5 个，你的5万块钱全部花出去了啊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剩下的0.5个不一定花5万块钱，是掉到3万，你买0.5个呢，只需要花15000啊，手里5万块钱还没花完，但你已经有一个比特币了，也就是说你的综合成本是降低了，啊，你手里还有钱，这个钱不要动，那个币归零了，你还有钱啊。就是，但是币归零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啊，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啊。这种概率经过这个疫情的洗礼啊，就上一次跳到3800啊，已经可以把这个因为疫情或者因为这是3只黑天鹅嘛，一个是疫情，再一个美股熔断，再一个石油嘛，昨天晚上。哎呀，那布伦特原油据说又刷新了历史啊，见证了历史，出现了负的价格，这个东西我还不懂呢，怎么价格还有负的啊？确实，那个原油开采原油啊，俄罗斯的成本大概是22到25美元一桶，伊拉克的成本是17亿美元一桶，所以伊拉克啊，不是，是沙特啊，不是伊拉克，是沙特，这些国家呢，产油国，他就。豁出去了啊，就是打压油价，我不限产啊，我放开了干，把油价从30多美金掉到20多美金，现在掉到10几美金，现在昨天晚上掉到9美金了，这谁去挖油都是赔本的，
最后好像怎么又发生了负14美金一桶？那可能是我回头研究来给大家讲，这个也是挺奇妙的一个金融现象。三只黑天鹅同时出现呢，比特币也就跌到3800美金，然后很快的收到了最高是7400多啊，接近于翻倍。但是以太坊啊，以太坊比较有意思，跌起来猛，涨起来也猛啊，挺有个性的。以太坊是从100多美金一猛子扎到87美金嘛，现在最高的前天达到189美金，现在170美金，都是属于已经翻倍了啊，都是翻倍了。但是比特币在3800和以太坊在87的时候，80%的人只会想，哎呦，这东西看来要崩盘了。这就是普通人的心理，哎，媒体上也是这样担忧，哎，大家都担心的事，它居然没有发生，它给你反过来了，对吧？那大家想，还有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呢？更糟糕的事情呢？我们发挥所有的想象力，啊，三只黑天鹅同时落地的事情，最惨也就那样。币也就掉到那了，那么你就说你可以把3800作为心理防线，啊，我现在是今天多少啊，是6000多美金啊，你看你减去3800，这个中间的差额就是你准备你最大能亏掉的钱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为什么讲炒而不不是铜而不炒呢？因为炒币也好，炒啥东西都要技术，你炒菜都要技术的，是吧？炒币那是高科技啊，高科技的思维活动。到了这种啊，这种功能不像你去，比方你学一个厨师，我今天看那厨师学校广告，我今天想我挣了钱之后，因为我是个吃货，我想到那四川啊什么学个厨子啊。自己做菜好吃点，万一失业了也可以去打份工啊。好像是3个月花个1-2万块钱就可以出师了，至少炒的菜自己家人觉得都能对胃口了，那个水平。啊，你花个3-5千块钱去学个，去报个驾校啊，经过那段时间严格的听话照做，你基本上就会开车了啊。但是像炒币、炒股、炒外汇这方面，它是有技术套路的。不管你是讲均线系统啊，讲图表啊，讲指标呀，讲形态分析啊，还是讲混沌理论呢、啊，还是讲缠论啊，所有的五花八门的，都是一个经验的总结。它跟中国的那个传统哲学很像啊，模棱两可，似是而非，玄之又玄。有时候准，有时候不准，但是你按着他来呢，你赔的不会太多，你跟他反着来往往会亏得很快，因为你是散户啊。对，我进入市场之后还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个小散户啊，你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市场，所以说我们讲你不要去猜测，哎，还会跌吗？跌到哪里呀？不要想这些问题，我们只做决策，只有对策，没有预测。是在一个风险市场，我们追求的是在不可控的大环境下，通过自己可控的行为获得一个结果。那这里面就很多很简单的道理，你既然是炒，就是做买卖嘛，买卖永远是低买高卖就挣钱嘛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4000-5000美金喊他买比特币，他没听见。到了6900-7500了，傅老师可不可以买比特币？让我很苦恼，这东西我怎么知道呢？比特币从来都是涨的吗？我想起这个币圈的名言，叫买比特币最好的时就是现在和10年以前。以我这个预设的前提，你买的话，我们首先一个共识，就是你是从囤币的角度，你要打算囤币，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。你要炒币的话，你什么时候买都是错的，因为那个炒币那个技术你并没有掌握啊。
你掌握了，你就不会问别人了。而呢，你去问不同的人，他会有不同的答案，这答案都是对的。为什么？他是在他那个系统里面啊，因为你从分析 B 的行情，每个人的分析的套路都不一样。比方我是基于均线系统，我是按照布林线，我是按照形态，我是按照周一八卦，我是按照成交量，我是按照 K 线，每个人他是一个思维逻辑的闭环，按照他的经验，哎，我在这买了，我是在那个地方出场，我能挣钱。但是你就问他能买吗？嗯，他说能买，那个说能卖，半边等了半边，结果一买就跌，一卖就涨，这是小白最常的抱怨。我一买他就跌，一卖他就涨。这时候你要把这个买，你要把这个涨和跌有个定义。我们讲量化，量化什么叫量化？你怎么认为它是跌了呢？因为我是5000块钱买的，5000美金买了，现在4950了啊，一买就跌。但是人家一看图表，这属于正常的波动，属于回调，对不对？回调应该继续买，越跌越买，每个炒股的人都知道，不是吗？量化，你什么样的幅度你认为这个才叫跌啊？一个时间空间，你把它框住了，你才能定义你所说的跌是真的跌，还是一个假动作，还是市场正常的波动。那么你在什么样一个系统内，立足于年啊，比特币17年底到19年初它就是个熊市，就一直在跌啊，中间也有买了涨个两三天，涨个几千美金，但从它的起点到终点是从19000几美金掉到2500-600美金啊，一路跌，跌 80%， 这种叫熊市。看十年的比特币，比特币从当初的几分几美分到现在啊，还有6000几美金，它不是涨了呀，你怎么说它跌呢？所以这个就是鸡同鸭讲，你在交流的一定要在一个同样的系统下才能达成共识吗？我是从十年来讲呢，你就按照一秒钟来讲的，那有什么好谈的？那你为什么要问呢？这说明你对市场没有认识啊。啊，有的是120买以太坊啊，掉到118，哇，要归零卖掉割肉，亏个2美金，然后涨到174了，哇，要涨买上，又掉到148，哎呦，要崩盘卖掉。这两个单拿到现在都是挣钱的。所以这个炒币，你别看这两个简单的字，它比炒菜啊可复杂的多。但是怎么去认定它，这东西没法交流啊。我们讲有一个稍微就是说这种也属于技术性工种啊，有个定律叫8000小时或者10000小时定律，就是人觉得炒股炒什么的好像要天赋啊什么也扯淡啊，但是他的训练时间就遵循着就10000小时定律啊，你10000个小时重复的做一件事情，你总会悟到点，再笨的人也会悟到点啥，也能出师，也能吃饱肚皮。想想啊，8000小时也好，10000小时意味着多少啊？一天我们讲啊，如果是股市，一天只有3个小时的交易，那么一周是5个小时啊，一个月啊，不是一年只有50个交易周，这750，十年期前炒股要十年啊。那么如果做外汇呢，外汇是从周一到周五啊，24小时不动，但它活跃的时候加起来不到10个小时，有行情的时候就那么点啊，你就不用十年，要个4-5年。B 365天24小时不停的，但是有行情也没，
你要按照这个节奏，你不休不眠，你人身体先垮，你炒币干嘛？这只是想说，你要花 N 多的时间，至少三年，而且这三年每天都在看 K 线，你才能形成自己一套交易系统，叫交易系统。交易系统包括什么？判断。首先你判断这个行情是属于有趋势的还是没有趋势的，哎，它的节奏是什么，找到盘感，然后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，哎，这里买了准备在哪里出，一个交易的计划。一旦你买了，你判断它涨了它跌了，那有一个风控措施啊，应对的方法，整个是全套的，你不能听一两句，那个根本没有涨真，那你是个赌徒心态，就想捞一把，捞一把最好的方法，本小利大是买彩票嘛，你损失就损失2块钱，没准挣个500万1000万呢。你可以天天买啊，今天买福彩，明天买体彩，一次给自己定个止损线，就买10块钱的，买包烟钱。你可以买10年20年的，不会破产。但是啊，你来拿钱去搞数字货币，破产很快，又是做合约的啊，一个晚上就会让你破产很多次，因为它带杠杆啊，这是后话。我们现在先讲不带杠杆，就炒和囤的关系。囤啊，因为这个是个新兴的市场，新兴的投资品种啊，它是一个叫数字资产啊，它的共识是逐步扩大。那么它是一个推出来就是一个通缩的品种，比特币限量发行就2100万啊，它的共识越来越大，种种理由啊。但是你囤你再看一下，打开图表你看，最高19000啊，现在是6000几，它在它的1/3以下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三段，上中上，那么属于低价区，对不对？也许还会掉到5000、4000，这种可能你不能完全排除，尽管我们觉得可能性偏中，一半对一半，那么意味着什么？你就不能把所有的钱在，我说买币，我现在就5万，我就买一个币，一次性买完，完了，以它会掉到，再往下掉个1-2万呢？你是不是心情很难受？如果你不难受，那没关系，大多数人会难受的，有这种心态的人，他就会难受，他掉1块钱都会难受。而且比这更传奇的是什么？5万块钱买了个比特币，掉到3万块钱了，哎呀，忧愁的呀，每天骂骂咧咧，怨天尤人。终于有一天涨到51000块钱，赚了，卖掉。我操，你到市场来是来，就是来赚这1000块钱的吗？很多人是这样啊，赚就赚颗糖，输要输间场。这个有人会狡辩，哎，你不是投资最好保本吗？我保本了。我天了，你不投就一直保本的。这个我们讲这些风险投资品种，它的价格永远是在波动之中，波动看似无序，实则有序啊，它属于一个不能精确把握，但是能够感知，不是每个人都感觉到有涨势有跌势吗？再不记得我啥也不懂，哎，我也不懂什么 K， 你把这个图表一打开，噔噔噔噔，你看那个黑黑白白一段一段的，这么着上去，那么着下来，是吧？这是涨，这是跌啊，它是有方向、有趋势、有大致的范围，但是不能精确的把握。哎，目前所有的技术分析方法，你把它输到电脑里面，严格的按照它去操作，反而是亏钱的。有给大家讲过这些所谓的量化什么的，你要不结合人工智能，单纯的量化啊，当然量化你看怎么个量化法啊，你要搬砖式的啊，基本上是不会赔钱啊，但是它也挣不了大钱，但是它稳定啊。我们讲投资最高的境界就是持续稳定啊，偶尔赚一笔，偶尔赔一笔都不算什么，那都是正常现象，那不能代表你挣，那挣了也不是挣的，因为后面你会赔进去，赔了也没关系，你会挣回来。但是你没把握一个规律的话，大概率是越赔钱越少啊。这里面就说讲到一个节奏和盘感的问题啊，这个你没有经验是没有办法教给你的，没有办法教给你，你要照本宣科的
哎呀，那个市面上这种什么技术分析原理呀、图表分析呀，从小白呀到大师，你可以买到任何的，不管是索罗斯吹牛逼的，还是格雷厄姆、巴菲特，哎呀，杰夫·摩尔这些大师的，还有一些传统的经典的，给你讲 K 线分析技术啊，给你讲技术指标的，你把它全部精通了，你绝对赔钱，因为你把它当教条了。盘感，哎，盘感，盘感。人说什么叫盘感？那听音乐有乐感啊，跳舞你没有乐感就会踩人脚尖，是吧？开车都有车感，你炒币你要想成为一个投机者，你怎么能没有盘感呢？啊，比特币有它的波动规律，啊，你说不清楚，说不进去，你说不到量化的这边，但你感觉到它跟以太坊的节奏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经常去跳舞，他也许跳的是华尔兹的话，那个有可能是跳的三步啊。如果打拳，一个是打的太极，另外一个是少林，style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要有对这个有基本的感知啊，就说明你有盘感了。这个要附带说，为什么我们只谈以太坊，只谈比特币，别的啊？柚子偶尔关注一下，柚子我始终都没有认真看过，其他的都忽略。为什么忽略？有些人给我推荐这个币那个币，比方说 BSV 啊，什么 BCH 啊，还有什么 ONY，为什么不玩呢？它是涨起来很猛，有时候一天的50%涨幅，但是那是小概率事件。为什么不玩？啊，投机时间长人都懂，它的玩家太少。它属于小众市场，小众市场就容易被操纵，被一些几个人操纵。我们说比特币就没人操纵吗？有的，啊，我们 Plus Token 就是其中之一啊。Plus Token 现在啊，它在关着，但它的币在活动着。比特币是几个庄家，就相当于一个民主联合的庄家啊。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庄家，单一的大庄家那割起韭菜，那就简直是太残忍了，啊！因为曾经一天涨多少，是400%还是多少啊？很吓人，春节前啊！你要是做个合约，一天就暴富了啊！但是那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可遇不可求的。我说这个币市本身这个市场体量就很小啊，整个市场。日成交就千亿规模，你要知道外汇场一天是几万亿啊，9万亿美元，啊，币它现在这个我们讲的叫流动性啊，讲金融的术语叫流动性非常差，而大部分的成交量60%集中在比特币，啊，你按照成交量排行榜，比特币第一，以太坊第二，USDC 就不算，那个波动小啊。不敢玩啊，其他的不敢玩。你光看着那一天涨了400%，大多数钱是非理性的瞎涨瞎跌，那是真正的你一买它就跌，你一卖它就涨，那是真正的啊，就是要琢磨捉弄你的割你的啊，因为那个你一看发行量2100万枚，比特币2100万枚，但它玩家多呀，全世界几千万人呢，你那个200来号人。没准那200个地址他妈的都是庄家一个项目方一个人注册的，结果201就是你，哎，你来了，好，请坐上茶，哎，现价5块，你一买6块，哦，6块不错，哎，7块不错，10块，哇，这东西好，加仓，哎，本来是10万，现在加到20万，第三天降到30块了。这东西我当时弄个100万多好呢，房子当掉，弄个100万，30块全仓梭哈。第四天3块，我操！第五天3毛，第六天3分，是吧？币圈这样的故事是最多最多的。真不想讲这个话题啊。Plus 里面有很多高手啊，各方面的高手，其中包括投机的高手啊，可以感觉到。你从他讲话就知道这人有多年经验了啊，他是玩什么套路的啊？
但是这些人都有特点啊，越高的人他越不说话，啊，越不说话。我们小区邻居都有这样的，啊，就是从二级市场上啊，二级市场上大家还是不要希望从它上面挣钱吧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赔钱，啊，你要想挣钱要付出的代价、时间，现在已经来不及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肯定是没有付出这些，你光想追求结果，那么你就是赌徒，你还不如去买个彩票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东西真是啊，人就是挣大钱啊，我觉得还是真的不得不信命啊。比方说我们每个人碰上 Plus Token， 那是命中注定，是个宿命啊，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劫啊，度过去就好。你说我们在 Plus Token 开的正常运行的时候，每个人每天啊躺赚挺高兴的，都是也没有空看到别的。其实这九个月你发现啊，也有一些神牌，一个是 GEC， 据说涨的是2万倍，还有一个叫雷达币啊，雷达币就是一个星期都反正100多涨到200多。这时候我觉得啊，还是要有风险意识，怎么的你要把自己的本钱先提出来啊，这时候说话就不太合适的。你不管怎么在不说它怎么的，一个在市场上流通的有价格的东西啊，一旦这个价格像火箭一样窜升的时候，就蕴含着风险啊，蕴含着风险啊，蕴含着风险。尤其是现在人们不顾一切的时候，开始又有很多人贷款押房去梭哈的时候啊，聪明的人应该先把，至少你再贪也把本钱先揣在兜里面啊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。风险是各种各样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才叫风险，想得到的你可能就防范了，这是说不清楚的。但是有个中国古老的哲学已经把它概括了，叫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啊。一般你看到你朋友圈里面，我们的朋友圈都是玩币玩区块链的，他激动的，有些人他长期做一个事啊，他从来不发觉，有一天发，哎呀你看我涨到挣多少钱，这几年挣了几百倍几万了，那时候往往这个盘就会出状况啊，不管是柚子还是什么啊，只要出过事的前面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任何一个事不会让100%的人都挣钱的，这是天道，说不清楚，但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说啊，人在江湖走啊，怎能不挨刀啊，时刻要有风险意识啊，活得长比什么都重要。因为这个市场上从来不缺机会啊，就怕机会来的时候你没本钱了啊，就是没贼了啊，没胆了，就是两分啊，要么就没胆了，我操，心灰意冷，要么哎呀还有贼，心中有贼，但是兜里没钱，只能干看。哎，那么就是只要你想在这个市场上啊，那么永远留上三张烧饼吧。一天如果吃一张烧饼的话，碰到这种 Plus Token 这种状况，你就把那个烧饼分成三份啊，这三天吃一份，让自己能多活一天比什么都重要。因为你说过吗啊，今天很残酷啊，明天更残酷，后天很美好，但你是要活到，你要活过今天和明天，才能迎接到后天的美好啊。 Plus Token 希望每个人都能坚守到胜利的时候，而且必然有那一天啊。今天就是跟大家聊到这，嗯，好的，再次还是表示感谢啊。涉及到投资的部分啊，都是个人观念啊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，偏听偏信后果自负。好，谢谢。